Nota.本来想横屏的，但是有点尴尬。
那个的设计都不是这个呢，讲的设计。这个路径好像有点重了。这个路径好像重了一点。光源识别类型，就是这个，哎，我就是啊。交流清晰很对。其实对面的信仰就是无限的生存。过去，众所思考。在梦里。在梦里见过，谢谢关注。这个衣服，这衣服不行。修饰阵图，这只是个衣服，这只是个垫子。衣服是不存在什么的。想要问这个问题的，请接受这包包的一天。夏天都过去了，你还在乎它热不热吗？欢迎舰长。是吗？还好我不在广州。
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今天本来想横屏的，但是这个横屏有点尴尬。你要生过吗？考虑嫁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哪来这样的奇怪问题，上来就问你嫁人吗？救命啊！鼻子有点难受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猫猫替我一下。去闪现一下，我做一张图。鼻子有些不舒服。听一下洗鼻涕的声音。今天星期五，但是没有什么关系。哪天直播都差不多了。晚上好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锁还没动。没事，欢迎，动手，动手。对呀，我是可以躺一躺的，只是这个腿，这个腿有点那个什么。这个腿真的是，腿有点犯规。救命啊！我怎么办？
大厨，我也是。中午违规了。等等。谢谢关注。其实这个腿还是有点危险的。就是这个腿还是有点危险，不太敢录太多。虽然也没什么，但是就怕万一。今天群里的小伙伴都没有来了。今天可是穿了全身的，我看一下。歪的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奇特？如果有全身镜，看全身镜视角不对。有人在那一点点无聊。我做了这不说话。主要是今天到什么？其实话说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今天不是很光环白痴，就是在这个镜子里面，就是不太怎么说，也不是上头，就是坐哪里奇怪，其实就摸摸头。可能是刚刚这种镜头有关系，有可能是这种衣服吧。今天怎么说呢？上还是有一点点，需要一点什么？
因为我们聊天呢，有点抽象。Hello， 有人聊天吗？我第一次这么问，咱不问奇怪的问题多好。有没有人聊天呢？我没有选那个问句，要不我重新一下那个什么，我重新再开一下吧，我选一个分区。